有玩过云霄飞车吗？就是要尖叫才过瘾，对吧？正在玩的零数主题，是否也让你很想尖叫呢？嗨，<music> Hi, 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 千禧后的地球乐园，你玩的尽兴吗？哦，觉得没有方向感呀。是的，千禧年之前的一九开头会让大家有顶天立地，只要努力，未来就不是梦的踏实感。但是千禧年的二零开局就让大家踏进一个布满镜子的世界，自己一举手，镜子互相无限反射 n 个举手的自己，感觉很晕，对吧？ 网络快速的跟风流行，很像镜子的 n 次反射一样，除了本人，其余的反射让人瞬间真假难分。所以今天来聊聊，在这个万花筒的世界里，每个数字的人立足根据是什么？要找到了地平面，才能不晕哦。 今天的主角们是根据事实推理后再行动的务实组同学，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榜吧。首先进榜的是一号人。我们说过，一号人是神农尝百草的发现者，不死心又怕死的程度，常常让队友进退两难。掉队是正常的，跟得上的很可能也是一号人。这样算务实组吗？他们的标准是只要活着。 就赢了，怕了吧？一号人本能的关注，在我想要，我尝试，我学习，我拥有。越是阻止、打压、窒息感带来的反作用力只会越大。为了呼吸新鲜空气，老子或老娘就决定和你拼了。接着会有神奇的力量让自己活下去。在埋头苦干时，不知不觉间就学会新技能。 冲撞旧规则，开发新市场，打破新纪录。所以，当一号人攻下山头的时刻，荣耀、成就、财富都会落在自己身上，因为只剩自己了，并非刻意的，但结果通常都是很务实的代表。第二个入榜的是四号人，四号人渴望我们一起，单位大约是一个家庭、一个团队、一家店、一个部门。 在意的是我们拥有，因此在不懂事时，容易因为想融入一体的感觉，把对方当家人，却遭遇到被利用、牺牲的失望。幸好四号人只要有自定义的家可以回去，就能回血恢复。例如阿公家，或者是放满玩具的房间，这种背锅的境遇是很重要的体验哦，才会启动四号人内建的防毒软体。 搜寻哪里有问题，怎么会让自己处于这种风险之中？是事件本身有问题，流程有 bug，还是队友有 bug？下次怎么自救？越懂事越认为无聊的务实比有趣的感觉更可靠，在意真正信赖关系建构出来的归属感，让四号人只留下值得付出的人在身边，建立务实的人际关系。毕竟。 把我们的生存都考虑进来，就要依个别的特性来分工，不见得完全公平，但不会有人被牺牲。因此，四号人可能缺乏温度，但却是可以有猪队友，绝不能有廖贝亚哦。第三个是七号人，同学们猜对了吗？还记得七的能量催生了改变社会的科技、医学、法律、经济的高阶知识与工艺技术吗？ 七号人为什么这么热衷烧脑的事呢？他们的根本动机其实是想偷懒，加上观察、发明、发现是七的强项。果然，真正偷懒的方法也被他们找到了，就是一次做到对。 什么意思呢？宁愿身体不动，脑袋动的七号人，遇到问题时是无法忍受道听途说、无头苍蝇一样的盲目乱世，浪费金钱、时间、力气。宁愿查资料、研究、实验、证明，找到最佳方法，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外，顺便赚钱养活自己呀、啊。你说这是不是务实组的高级代表？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见喽。